说再等我两年，再等我两年，等我有房有车了以后再娶你。我告诉你，他这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了。毕业当时我第一次向他求婚嘛，他就说等等等等，等我找到工作以后在一起，找到工作了以后呢跟我说实习了以后在一起，实习完了以后告诉我实习期满，实习期满以后告诉我升职，升职完了以后告诉我有房有车。我现在就不行了，我就要急眼了，我今天必须结婚，我就来到这个舞台上，我今天必须告诉他，要不然分手，要不然结婚。这姑娘性子虽然是心直口快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但是她这种样子真的会吓人的。你想，一个女人求她一次婚拒绝，求她二次婚拒绝，求她三次婚还拒绝，你觉得最后这女的不逼疯逼成啥样？我再等两年我就快三十了，我还等了什么呀？男人三十一枝花，女人都三十豆腐渣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我问一下，你们双方父母有没有促成这个婚事？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同意，就他那搁那不吱声，就告诉我等我到了10000块钱还贷款了再说。而且我俩平时都不吵架，一谈结婚就干，一谈结婚就干，干架就。那我问一下，你在生活当中有别的追求者吗？有啊，我又不是嫁不出去，你觉得我算嫁不出去的人吗？每句话都会噎死人是吗？啊，你是要噎死谁是吗？那董伟跟你的追求者当中相比，他到底哪点好呢？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，所以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嘛。如果他还不娶我的话，那有可能是他真的没不爱我了。我其实特别害怕一点，姑娘，你表面上非常的强势，但我害怕万一这小子一出来说又不跟你结婚，你立马就瘫了。就你这种人内心往往特别脆弱。你说女生追男生，如果追得太过火的话，就会把男生吓跑，你给他金山银山都是火山，你对他掏心掏肺都是白费。最容易受伤就是你这类型，如果有人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就会马上掏心掏肺，可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你有一些冷淡，你马上就受到伤害。美女，我支持你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交代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要么就是黑，要么就是白，要么就结婚，要么就分手。人生有多少个25岁？等两年，等两年，等着等着等着，真的就大了。我觉得 B 是可以的，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，他为什么要给你房子车子票子呢？因为他要从你的眼光里头看到你对他的崇拜。他给我这些物质保障我不幸福，我得到他的人我才是幸福，我拿到那张结婚证我才是幸福。那张纸真的是那么重要吗？重要，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分呀。这张纸非常重要，要比房子车子钻戒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承诺都重要。但如果因为你拿这张纸的话，马上过一段时间你们不相搭的话，那又会有另外一张纸出来。如果我要是这个男人的话，我会觉得很害怕，所以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来，但是娶不娶你呢就不一定了。不啊，他只要出来就必须娶我，你看吧，他不出来的话我这样的压力的话我就会反抗，我就宁愿说好吧，那我也不娶你，你又怎样。真上来要求婚的时候，你稍稍的控制一下你的节奏。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，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，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，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。婚是你自己求，结果你自己承受。我们都不是董伟。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问你几个问题，如果他今天不来，接下来你怎么做？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。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。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，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，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。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呢？我想到这一步了。嗯，你也想到过这一步，真难得，鼓个掌。他还有理性的思考啊。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开门了啊！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
佳佳，你站这儿来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你今天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，也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方式是不是幸福。我在朋友眼里都是属于感觉很活泼的那种，表面装得很坚强，但是其实内心真的很缺乏安全感。那你还想嫁给董伟吗？想。还想嫁就好好的拿着花回家好好生活好好工作，他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求你的。他绝对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不可能抛弃我一个人在这样的舞台上。那你到下面先等等，我先进行下一个好吧，看他会不会来，好不好？来，花拿着，你到下面稍等一下，好吧？还有吗？有吗？我怎么知道没有呢？你说你急什么呢？你急，你懂又不懂，你上面来催我，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还急还跑到上来说，哎，有这样现场，董伟都来了，你这不又乐了吗？你看，老师你，我不这么做你怎么会珍惜呢？啊，董伟说来他就来了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哎呀，把地下现场打开吧。董伟，我当着那么多人面向你求婚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快说话呀！董伟，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刚才老师也说我了，我可能是今天的做法有点疯狂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。其实老师刚才那些话我也听进去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你，但是你应该也理解我。你一直让我一等二等再等。佳佳，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，我们租8平米的房子，那时候我一个月才2000块钱，你都能等，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等呢？因为我年龄到了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爷们儿？你要是爷们儿的话，答应我，告诉你。你冷静冷静行吗？我们有什么事儿回家说行吗？不能回家说，回家说你又让我等2年。我今天必须，我来的目的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结果，知道一个答案。董伟，你爱佳佳吗？我特别爱她。你娶她是希望她快乐，对吗？对。那你问问她，现在要是娶她，她快乐吗？我不想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因为这些钱的事情而让我问你，你跟他处了多久？5年。在这期间他有没有追求者？有。有没有条件比你好的？有。那为什么他还要跟你在一起？年纪轻轻的那么讲究形式干什么？我只能说你虚荣。我不是虚荣，主持人。那你今天就答应娶他？我想等什么都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，到现在5年迟迟都没有准备，你让别人等到何时何刻？可是没有钱的话，爱情会变质的。我不想因为将来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而去吵嘴。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都有钱吗？把第二现场关上，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。我现在过来。我刚才那么说那么激他，是希望他改变他的婚姻观。一个太注重形式感，另外一个也是太注重形式感，只是一个是注重物质，一个是注重所谓的众目睽睽的广而告之。这女孩是嘴上强，这男孩是骨子里强，两个人强强在一起，完全就是天天就是擦枪走火，就是个吵。刚才我从你和他的对话当中，我分明看出你的那个男朋友啊，他的压力和他没有尊严的那股劲儿，一点也不理解。再逼下去的话，他真的就走了。我觉得2年以后，没有任何一个婚礼会比我们现在这个舞台更加华丽了。而且还有涂磊老师这么大牌的主持人为你们主持婚礼，多好呀！为什么不今天就把他给定了呢？2年以后你还不见得能够请得动涂磊老师，对不对？哎呦我天哪，你真的在这胡说八道！我主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。
高朋满座，要多大牌就有多大牌。但是现场所有的人几乎都说，无论疾病、痛苦、贫穷、富有，我都愿意嫁给他，我都愿意娶他。但是真正数年之后他们还在一起的，与当初那个婚礼现场盛不盛大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关系。真正的婚礼在这儿，不是在这儿。俗不俗啊？接下来我也不需要你去开门了啊。来，五四三二，开门。向往简单美满生活的佳佳，曾数度疯狂地向男友求婚，却被一心要给佳佳殷实生活的董伟拒绝。今天佳佳来到舞台，最后一次向董伟告白，要么分手要么结婚。那么董伟会走出第二现场来到舞台，答应佳佳最后的要求吗？我希望多么穷困，你哪怕是只能发得起一颗喜糖，请不起我吃顿饭，我一定去。谢谢你，周老师，好吗？到时候，而且我还送红包，我不光免费，我还送红包。到时候您一定要做我们的证婚人。我要真切地告诉你，真正的爱和婚姻真的不在形式感，而在心里，好吧？好。看着挺碍眼的，直接抱走。结了吧，抱走。虽然相恋五年的佳佳和段伟最终订婚，但是我们希望佳佳的强势、董伟物质方面的顾虑，不要成为两人婚姻中的羁绊。祝福他们二人两年后能顺利完婚，美满幸福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们在一起了，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。